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 是 Stan. 一位想要和查恩努结婚的日本女生上传的贴文因为太具体而受到了韩国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不过在看这个内容之前，先要了解一下由 김남주 차은우 主演，目前在 Disney Plus 播放的韩剧 Wonderful World 的剧情，才能体会到日本网友的心情。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虽然是受人爱戴的教授，也是一名人气作家。他家庭事业双生，经历四次流产后，辛苦得到的儿子可努，以及深爱自己的丈夫康苏虎。今天也是他的美好的一天。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在一瞬间变得支离破碎。儿子可努的交通事故，让一位母亲失去了他的所有。一场纵火案，让一个孩子失去了双亲。尽管外表看似正常，实际上苍女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苍女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各式各样的工作来麻痹内心深处的伤痛，无法接受儿子的离世。面对凶手的无情嘲讽，恩苏元最终失去了理智。他紧握方向盘，一脚踩下油门，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和作家转变成了一名杀人犯。就算度过了七年的刑期，但他依然无法放下心中的执念。出狱后的苏元来到儿子的令堂前，即便被雨水淋湿，他也不愿离开儿子一人。来到双亲墓地的苍女也不忍心让这位母亲独自承受雨水，他 撑起伞为他遮雨，两人在雨中静静相对。随着两个受伤的灵魂通过彼此的心事越来越近，那天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丈夫的谎言、幕后黑手的陷阱，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真相，解释了完美背后的悲剧。再加上苍女原来隐藏了她的真实身份，儿子的离世，双亲的死亡，所有的一切都隐藏在表面看似完美的外表之下。苏元和苍女将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故事呢？ 韩剧 Wonderful World 越来越有趣了，哈哈哈！演员们的演技也太好了。查奥努这次的角色真符合我的口味，很久没有这样紧张的看剧了，真的太喜欢了。查奥努演戏真的太好了，眼神也很棒，感觉是他到目前为止最适合的角色，特别是吃炸酱面的样子，可以说是历代电影电视剧中最好的吃播场面，绝对是排在前三名内。 确实是，只要看了就特别想吃炸酱面。真的，像这种角色，让人马上就能感觉到他的演技进步了很多。比起爱情剧，希望以后也能演这种有故事的角色，感觉会非常适合且表现得很好。收视率已经突破9.9%了，还没看的人一定要看，真的太有趣了，真的很有趣，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追这部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位日本网友发布的内容。与劳工查欧努在十几岁时结婚，被可爱的三个孩子 Lukia、 Tiara、 Kairu 包围，在义勇购买衣服和食物，想成为一个这一辈子都不离开家乡农村，直到人生结束的女孩。 啊，我还在想他在说什么，原来是指和做苦力的乔努在乡下生三个孩子，过着平凡生活的女孩。在日本有这样的情况，年轻时闯祸后结婚，然后一直在乡下的不良女孩和来自不良出身的杂工男子组成的夫妻，就是那种典型的情况。他说从乡下一辈子都不会出来，原来角膜是全世界都一样的，要排队到下辈子了。姐姐，现在去排队，你的号码也是12132826230号呢。 去排队吧！啊，不过他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帅，让我也想要迷恋了。阿努一定要结婚，并且为了下一代的人类，要生下三个以上的孩子，就这么做吧。 果然，本命是本命，乔努是乔努，复命是复命。Thank you 是 Thank you， 不是就算了，我不要脸。啊！啊！啊！